追完一局会小赚，但我能让你永远不亏。嘿、hey, 你们好，这里初夏，欢迎来到本周的实地游戏推荐。这一波大部分都是 TGA 的主机大作，开头的新实地我只能说最好别跳过了。游戏资料的左上角也包含了最低价区，省流党们可以直接跳转到汇总时间点。如果有喜欢的游戏记得点个赞赏个硬币。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哈迪斯原80，现在新实地仅需40，苦等一年你这小子终于又新实地了。作为动作肉鸽游戏中毫无疑问的好评率第一，哈迪斯发售2年在 Steam 上的评论已经高达近20万，足以可见其质量的出色和人气的火爆。再加上他那从前作晶体管就延续至今的独特画风，鲜艳而层次分明，也让招式的特效更有冲击力。在每次战斗中，主角可以选择众神的恩赐，获得完全不同的流派技能，给每次的战斗都有一定程度策略规划。除了众神恩赐，你也能获得不同形态的武器，丰富的构筑可以让你的冒险毫不枯燥重复，战斗爽快流畅，并且不无脑。各个 BOSS 战对于初见玩家都比较容易交学费。2年过去了，哈迪斯在当今动作类肉鸽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 top。星球大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原198，现在新实地仅需23，10月、11月、12月连续3次新实地，那真的是绝了，谁能防得了这种背刺连招啊。那这款应该是星战系列游戏中个人最喜欢的作品，也是我认为星战粉必入的一款。你将作为被抛弃的绝地学徒完成一个个修行，得以不断强大，出色的剧情再加上磅礴的画面，爽到第三人称视角让你不会疲劳于激烈的战斗。只可惜地图设计的有点复杂，导航因为追求还原所以是全息的形式，对于路痴或者学习速度稍微慢点的玩家来说还是会比较吃力的，可以先玩一玩试一试。地平线零之曙光完整版原279，现在新实地仅需92。虽然这部当初在 PS 上的大作以看风景著称，但其实内涵的战斗机制与视觉设计也非常的优秀，本质是比较标准的线性流程开放世界冒险游戏，拥有着非常熟悉的收集要素以及满地图的问号。环境上有雪原、沙漠、丛林、水域等场景，所有的天气全部都为动态，在与环境生物相结合，你就能看到各种壮观到起鸡皮疙瘩的大场面。 PC 版大幅度优化了配置需求，并且在加载速度上也进行了改良，让你每次传送以后都没有时间去厕所了。生化危机村庄原218，现在新实地仅需109。作为最新一代生化危机续作，村庄延续了七代里第一人称冒险的游玩形式，以及生存恐怖、解谜和战斗并存的内容组合形式。不过第七代更侧重于对人物的恐怖猎奇描写，而村庄则是把更多的技术力放在了场景刻画的冲击力上。古宅里蠕动着的巨鹰、城堡顶层失控的怪兽，还有水库里翻涌着的千眼大鱼，都能够让玩家在被吓到的同时爆发出渴望闯关生存或者战斗的肾上腺素。再配合上对于我来说完全够长的游戏流程，充实而爽快，绝对算得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生化危机作品了。传送门一原42，现在4块，2年内的新低。只能说作为一款15年前发售的神作，2年内的新低价格也算新低好吧。这游戏如果你不晕 3D 的话，那现在先买了肯定没错。玩家可以使用传送门枪创造出不同颜色互通的出入口，以达到跨越障碍物或者攀上遥远高台的目的，这在当初应该算是令游戏界震撼的创意了。而且熟练了之后你还可以玩花火，比如在空中切换传送门的位置，利用下坠的加速度把自己抛到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终点上，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只需3步一样。无论谜题出现有多复杂，它的解法最终都非常的合理，强烈推荐愿意动脑子的玩家入手。生化危机2重置版约219，现在平时仅需54。生化危机系列目前已经重置了2和3，第四代重置也在明年就会发售。目前来看2的重置表现是远远高于3代的，紧凑的探索和解谜，富有压力的暴君追击，庞大的浣熊式以及美丽的艾达王，都能让玩家在火力不足中感受到生化系列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流程不短，内容也很多，而且别忘了 PC 上的游戏 MOD 可是一大亮点，我就不重复艾达王有多顶了好吧。神界原罪2原133，现在平时地仅需46，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 CRPG 游戏，最多可以和3位朋友一起探险，战斗方式为回合制，但是这并不会让人觉得无聊，因为它有着丰富的场景特性和众多的角色技能，并且所有的 NPC 都有自己的想法，在剧情之中能够感受到出色的性格塑造。而流程推进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并不用局限于单一主线剧情。当你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做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解决给你任务的人，是策略爱好者不可错失的绝顶佳作。接着 Disco 最终剪辑版原116，现在平时仅需29。这是一款全程除了文字还是文字的推理游戏，从一桩凶案开始，你将穿梭在这个迷人的城市间，去询问那些让你无法忘怀的角色。没有任何战斗的部分，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倾听与选择，与其交友或者直接恐吓，虽然都能达成你的目标，但是长远来看并不一样。我不建议充满激情的玩家入手，你只会觉得枯燥无聊，但若能静下心来慢慢品尝，这绝对是值得上人生 top 5的好游戏。全面战争模拟器原70，现在平时仅需23。没有什么比看到面条人拿着各种武器火并更快乐的事了，战争放在别的游戏里往往需要高强度的策略，而这款游戏用超弱智的软骨小人，才配合史上最无厘头的物理系统，呈现了一个能让玩家爆笑不断的战场，并且除了看似正常的兵种以外，还有类似于药水哥、闪电侠、牛头人
这种看上去很牛逼但也许实物与演是完全不符的稿子兵种。总之就是极其沙雕，极其有趣，能带给你也许在现实里难得一见的纯粹快乐。蔚蓝原68现在平时的仅是17，它拥有可爱的像素画风，并且操作简单，仅仅需要跳跃和移动就能够通过任何关卡，是手残玩家不可错过的入门佳作啊。好吧，其实难得要死，虽然操作原理确实简单，但是结合到实际关卡极其复杂，大多需要你先根据机关掌握一个精准的时机，再通过多弹不出差错的精准操作避开尖刺和深渊到达终点。精准太重要了，所以容错率极其的低下。当然它有很方便的重生机制让你能够快速重来，不过对于操作普通的玩家，一关死个几百次也是家常便饭。通关后的成就感虽然高，但途中的挫败感也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是一个非手残且喜欢挑战的玩家，那你也许能够带着笑容玩下去。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属于省流党，觉得这种表格好的点个赞不过分吧，希望本期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感兴趣的游戏。那么推荐游戏的目的不仅是分享快乐，我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里初夏，我们下期再见。